最近一去到假期，礼拜六日就落雨啦。今日去到大美督嗰边，有一间可以带狗狗嘅餐厅，嗰间啊，应该系啊。明料理外面咧，仲有泊车位嘅。呢间明料理咧，室外都有呢啲雨棚嘅，咁所以落雨都唔怕。好好啊，佢虽然系室外位置啦，但系咧佢可以咁样拉闸。同埋咧，佢室外仲有一部冷氣噶，太貼心啦！啲嘢食咧就唔算平，不過好高質素。食完飯仲可以大美督附近行下。可以沿路去埋大美督水坝行下，今日一號風球冇乜人啊，好涼，好舒服，好靚啊！一條大直路，好適合放狗，而且今日冇乜單車，冇乜汽車，係咪啊 ？Coffee， 落大雨啊！好彩走得快咋。唔好啊，唔好啊，你先搵得去啦。